大家好啊，我是吕哥，今天又来市场了，还是山东小股市。你看这边来了两只，这人刚开始来，看一下啊，大家今天有没有狗啊？你看这一车，三条拉布拉多犬，这个你看这个八级肚。这都是狗肉车啊，就是用我们土话说就是咕肉车。那这种狗都是淘汰的狗，但是假腰也是没问题的啊，在假腰是没有问题的。那这人刚陆续刚刚来，你到里面看看去。这个市场清理了，这是第四回了，清理第四回了，看能不能清理下来。这回人依然是那么少，依然是没有人，这都是过来赶集的。哎呀，城里第四回了，看这回能城里起来不？要是在城里不下，这回都散熊了。这个故事，我的故事，这第四回城里了，这回在城里不下都散熊了。这你今天拉的狗白着？哈士奇。你看这个品相好不？还有黑眼的。没有蓝眼的吗？这我盗墓，我觉得是罗文达的。我一看，我盗罗文达卖行没？行啊，行啊，盗罗文达卖行。嗯，你这干啥？你做啥市场？占了的占。你是叫当金毛也行啊？占够了的呗是。当金毛卖有人要吗？这样的这样的黑金毛。你当那店去啊？他打那铁包金的金毛。那等你回来，是不是？你不我拉一窝子，咱们都拉着一个。一窝都生着一个。独生子。独生子还是？这几个家伙玩嘞。这个不能，这公的母的。公的，哎呦，昨天弄这个母的给发过去了，昨天还又问我嘞，是公的母的？我这是公的。我都说是老一窝的没掉了。你说人家卖狗的说的那一笼怎么没掉了？啊。你咋粘？我叫老铁们看看这个狗老怎么粘的。那个拉布拉多我拿来了，俺说叫你拿。哪个拉布拉多？这个拉布拉多不行，这个拉布拉多腿有点瘸。好了。看粘着到了，这是专业的，长得好看就是好看。这属于是短毛的，大木。短毛。对。这个家伙看家行，这个狗老腿小了，狗老。他还没到大树嘞，他现在还是比较微小的。他跟在树里跟犟一样，那个狗。你回家去啊？咱乐乐，我看我给螳螂样的了。长得不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，你长不看啊？我不看脸，脸不能看。长得好看，长得好看。给你看看。主要是换买一张皮，都得这样，好看。这一看都是老鼠了。你看那动作呀，行了，别吹了，快点吧，你吹着。在楼上的站上，在跟那个快跟烟头一样，在树上那样杀身子。哎，长得不孬了，哎呀，哎呦，掉了，咋弄嘞？你没吃好，脚没干嘞。这天腿冷了。是吧？天冷了。固定一会儿。德牧放个羊看看家这狗多好。他不像本身那个，他不像那个味儿的哈。咱们我看看这个乐不能这样粘，还是得那个跟咱就是那个装那个瓶子粘啊。对对，装瓶子，你装瓶子不好粘，就小的了。不行，你顾不住。对，你就这样得粘。这样好，这样不好看，这样好看啊。对，它那豆油块也好看。你买用啥瓶子？那一次性的杯子，装一次性的杯子，装一次杯子行，装带纸杯子，纸杯子行，纸杯行。看这边又来了一窝什么狗，这上面都是装的无线网，不卡，装外网不卡。喜欢的点个关注啊，给我点赞，铁子们。这啥狗？拉啥狗？拉布拉多，哟，那大了这锅，
那你这给我打一面了呗，这锅。这么大不打一面，给少爷我三人都做完了。三人都做完了。拿回来，拿回来看看啊！不昨天那个小舅子了，不三人做。九十多天了。拿回来看看啊！咋才卖啊？又不是这头没兑现。哦，头段时间没兑现是吧？这大了，这锅好养了也。这工具嘛，都这三个了，那俩。哦，两公一母。这哎呦，那可不小了，这个锅。咦，好家伙！什么？这还多少钱涨的？500块钱啊？怎么？那便宜。500块钱要佛真不贵，这个锅500，三斤一面的。你三斤面得花多少钱呢？花90啊。90块钱，就是三斤面都花90，羊子大才500块钱，去了庙前管400。啊，咱去了，你们4000够啥钱？你花？那就被打些，羊锅也不挣钱了，羊锅。挣了，你吃完了，头前都大羊锅都卖给省了，现在羊锅也不挣，大的也卖了呗，是？都出来了。大的还30个大的。就拿不拿走？那30个大的。你这样卖着不挣，还能挣啥钱？我讲的，挣了一屁股。大三人一秒卖500块钱，这工这是工的木了，这是工的木。工木一样钱吧？工木一样钱。这个你拿这个好看的？啊，都不好看。哎呀，那500块钱不贵。这是个啥？什么的？啊，对，看看有多少的嘛。那这个锅真不多见了，现在。我会走了赔钱，都是一月俩月不见一个。那真是一个月两月不见一个。这家伙得能涨140-150斤吧？嗯。这挺漂亮。公的母这是，怪好。一公一母。长得品相还怪好看嘞。这锅多大的呢？这锅？2个月。2个月不到吧？到了。到了。拿回来。跑跑溜溜，怕冷。我真我要啥么大的，啥么大的，有看有要的吗？多少钱？要真大呀，这个得更大。2000。嗯，还是够5000。其实2000也不贵。2000不给你。1000差不多吧。啊，1000呗，是。啊，对了。我当时2000的。你别唬我哈。你别说清楚，我2000行要这个价格。我说是你没听清。1200。你没发现？那家专门养殖这房子吗？没有，不大见，真不大多了，这房子很少。你就平时想找不住？对，哥，那我打上那来，我想恁那高直播的那个，这都是高直播给卖的。就这边高直播的多。搁到俺那街上都是他们给卖。你哪的啊？俺搁沛县。沛县的。你那干沛县鸡多少钱？他们搞直播的都有我的微信号了，我都不去了。哎呀，培养机上一样有啊。那我知道，他们都有我微信号。这个哪个好看？那个好看。啊，谁要谁。那一个大好看的。你知道吧？这是个木工。你也专门养这个吗？嗯，不专门养。不专门养。啊，就是一个。就这一个。嗯。然后配种也不好配在咱这边。啊，咱这边也没有。不咋好配。可难找了，俺带到那边玉皇庙去。在玉皇庙去。那这个不咋好找。配种都是个难事，啥最低2000呗，是这样的？不是，咱们少的。1000多块钱就是，是吧？你有胆子就好讲价，你没有胆子，咱赔了也被打，对不对嘛？胆子是有。不来，我再看看，我看又来啥股了？你看这市场没有人，这市场，真是。现在人还都没来到，长好了吧这个杯子？咦，这个官，谁了我？你干啥呢？好看。这戴上这个帽子像个谁样？跟那个谁样？叫啥来？那个谁？放哪？嘘，你拿好我看看。来个特写来。这玩意儿，我给你开开门上那屋里拿去。这长上到时候自己会能掉吧？啊？嗯，老板，哎，他这以后自己掉了，掉自己脱落。他自己这掉，他撩子站起来。哦，站起来自己弄掉了。嗯。啊，不能。你结婚了没？啊？结婚了没？没有还没结婚呢。现在媳妇在南府。那大黄子还没结婚。这个锅有也不管有40天，这个锅，长得锅真好养，我跟你说吧。
这样一边是够最好养的。那捡那个捡捡。